是吗？你们好的，这么有默契、啊。我这不是，这怎么办？要帮你看，帮你看这个。肯定得看一下。千诀有什么用啊？不用急啊，就在边上看一眼就行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千诀没有。哦呦，太专业了，这还打呀？哎呦，加攻速了，多砍一刀。OK。他在马上下了下马啊，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？他那个小炮已经凭什么？趁黑出动！哎，你补刀，我上去搞他们两下。哦，装什么？射他们！令人恐惧的阴影。我这么准吗？这小炮压力还不大。应该是本地人的吧？我操！千珏不知道什么开的，没帮不下路。下路没帮，下路没帮，直接上线。救到了！哎呦，这坚决应该刷完的，他是刷野速，他都没有去干他。啊！我操，你 A 他为什么？皮克是打他，我扛塔。我操，杰克还在就是不一样啊！我这波能闪出来，我平时闪不出来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！我就这种平常都不交闪的。我这种平时绝对闪不出来啊！你问观众，这叫闪，哎，别表演了，要死了！哦，可能在上面，千珏不了，我下路给他越了，两个没闪，越了吧？哎，他凭什么来跟我射啊？那三级了，给了个面子。哎，我要打伤害的，他辅助是 OAD 带的治疗。哎，小心，千珏在啊，你往。我知道，没有，可以。怎么说？我敢在后面，怎么说？哎，后悔一套。啊！真快走，没，真在后面，真在后面，快走！拿他去了。我说了，这种不可能能那个的。哎呦呦呦！这什么？没事，还好我直接 EQ 出去了，不然再等一会儿，真的会死。没事，乌子，你死不了。他没有点燃。他刚靠，辛德拉刚靠下。在这。啊！回血！我操，他点燃没回上。不是他死的，你打得过不？护你盾呢？这打过个钩子。没事啊，兵线过来的是。瑞尔的头。吃完了回去。这小炮九刀啊，他就这样跳上来了。他有点勇的呀。千珏在上面。这一波有才哥差点忠诚呢，我操！没劲回家的，就跟他赖着。不会来上，应该就三个草游戏。人呢？没火他。你可以把线推了，我们上去二 v 二了。你可以打断他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这种前景。打断吗？好厉害！还敢吃啊？哎呦！这么丑，哎，不行，电锯下去了，先过来，可能在这里面，或者可能在打工，闪出来又不一定能杀掉他，死就死了，给瑞尔的头无所谓，换个位置。他们下路很怕，打野干不在，我感觉打野在，打野主要不在下，不在家用哈，要把小炮压力给他弄满。有可能是打龙的，打龙，我去放给，啊，算不给了吧，要不？看不了。他没打，我们可以打。中路他状态不好。他这个下路没打。回了吧？这。小炮毙了，应该小炮应该毙了。小心点。
我们打吧。但是、啊、我推呗，没什么时间帮你打。我们帮了，不用推吧。你断他，你断他就行。下路下路推完配吧。对，我推完以后。哎，没回。我先开了，他们中路。别急别急。嗯，他中路要 B。千钧可能在后面蹲啊。千钧可他这边没踩我，毕竟在下路。没撞你打吧，你打我来看你一把。我也在来，我也在来。行吧。打的有点慢。我直接来了。对啊，没啥。那千钧回在上面啊，我这波推完可以来月波向，可以啊。哎，那我直接推了，他们下路两个也没血。他们下路可能会避哎，我们可以，我们感觉可以这边打一波三分三啊。也可以，也可以，可以。我们下路自己压也行。我们建波聚一下，可以看吗？可以啊。然后他等他打就行，他中路没状态。我们俩把月了，把月了，妈的！两个不要让他吃，先把他赶走吧。你扛要不？我直接把他单杀了都。啊？干嘛？摆烂吗？这样子。我操！吓掉了。这波不是他包的，这波他怎么跑？涛博那个一下有没有管你在啊，那个加个微信聊一下。嗯，真帮你问一下去。我操，那个哇已经虐成这样了。浩哥那个一下看一下看一下。哎呀，都不用干。我跟杰克走下路，目前还没有对手啊。是打本地人。本地人都一样，那职业队在我们眼里也是本地人。没问题。我这是打一样。千珏在。啊，我可以包管吗？可以看他吗？哎，我过来，我过来。有闪的。千珏在里面打。千珏在里面打，我要看，我要看。哎，这个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在赶。啊！现在一 Q 一空了。不是，怎么没人打这辛德拉的？那我只能 K 个头了，兄弟。那不重要，先锋重要一点。撑个六。好啊。完了，我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了。哎，为什么会漏啊？没有漏过哎。物资，等我。这波，哎呦。哎呦，算了，哎，平不了，把你打了算了。这么来劲、啊，得来一个助攻吧，这怪不好意思，要不你 K 了，结束一下 ，A 背到，吃不到了 ，A 背换，吃不到了，这跑这么快吗？三速鞋，我操，这个人，这辅助没闪了，鬼，搞个攻速鞋，慢一点，所有东西都将被吸。啊！这小布压根交闪了吗？这个好像没有，舞刀还在左右摇，但是感觉这舞刀左右摇跟谁学的？我没打的，他这舞刀左右摇，但是 A 人的时候又不摇，这跟谁学的？可能跟不好说。没事，我在右上 Q。直接杀了，别再弄他，别吧。哎呦，我天！我操，这么好的配合他们。暂时还没看到千珏在吗？他俩这配合有点顶级啊！这么中路给你先锋，慌了。啊、他没。这有点太好了，这样。可以，好个眼，这铺血，千珏，没大的，先弄他。我进来。可以。等一下。我哪应该能直接这么狂的玩了吧？理论上来说是可以。直接搁这玩了。好像打了，把剑给你退了。赶紧。呵呵。发给，坏了，塔平没了。哎，中路好像有，
没闪的呀。我也来了，我也来了。虎哥追一下。可以啊。我在。我听见了你去不认识回家的路。都不要。都不要都不要。真不要啊。真不要。这不可能要吧。真不要。不是这该要的。那就没了。不真不想 K 啊，没办法，他跑了。回来回来，我直接去中了。小龙。哎呦，上路有点惨吧？那扛把子怎么被打成这样？扛把子还是个点燃。哎，切绝后面倒下了吗？好像没有啊。跑一下，绕一下，绕一下，绕一下，我在路上。我没拉回去，好像。快快快，怎么说？小炮没，小炮没血。没事没事。大概剩400血。信大刚有用大吗？没用吧。没用，然后他没闪，没用大，没闪。错过。没事，我走了。四秒一，等一下。没有 Q 一了，不行，要猥琐这个。罪恶潜伏在各个角落。庄安心应该去装了，下路都没有人。我在。是。怎么说？我直接顶住。对对对。大自己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在减速啊，兄弟。OK， 我以为你大错了，是我没想到啊！啊！我都害怕他把我秒了，他这个这怎么可能？他这怎么秒你？千珏太上手，过得有点熟人。不是我一开始真以为你按错了，后面想了想，好像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你这是开到经常怎么着？你把他弄了？怎么弄啊？弄不了的。他没到啊，越塔给他越了。别动，我来，我来。OK， 我直接去后面卡他位置。回了。哎，这个蓝枪。好的。哎。没闪的。他没，这干嘛了、啊？装什么？哎，在装什么？好的。抽大。要三项了，太有钱了。哎，我人呢？他没打，他没打。那、哎。哎。拜拜了。他为什么有地啊？我听见了无知的呼喊。装一下，哎，我纯在装。操作一波。操作吗？操作啊，跟他们打一波。给他们一点破绽。哎呦！哎，老三英雄好快啊，他真的。好快啊！对啊，有一点。跳过去啊！再玩。我冲了，网络要不要弄？我来了，他们想干嘛呀？他们哟，哎，卡了，滑了，真的卡了，我去了，这个也卡了，这个卡的更厉害。不，姐妹，你再想一下，不是我，你这我听我解释一下，我这不有没有可能是想到了闪上就会死，所以说没有闪上，没这可能，真没这可能 ，D O D 是吧？给他搞，没有这可能吗 ？OK， 没道理的，没道理的，走了走了，哎，哎呦。哎，算了，你飞进去，你王，这不我就不能死了，我飞进去，我在天上飞，兄弟，我来了，你先不能死。哎，这千珏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在后面嘞，什么？千珏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屋子有人呗，杀完了，
哎，犹豫，牛逼，我死不了，跳不过来，气死你，牛逼，啊，进去把单杀了吧，一波我可以踢回来，好的，没兵线，没线，我这回得去吗？应该。我来试试一打五，来来来来，我去吧，真去真这俩直接飞，没问题。哎，这有个人，帝王知道吧？哎，拔动了，变羊，太大。我那个了，我发疯了，要我八秒还走发疯，好下来，哦。发疯了，杰哥！你去，你死不了，你死不了，你死不了。怎么说进去把他弄了？走！真救下去！假的。三。二。真上！一啊，怎么还六拳呢？哎，完了！哎，这该真上了，这回真上！我操！哎。有一个人被打 A 死了，不是我这是怎么被打 A 的？凭什么？有个人全被打 A 死了，好了。哎呦，完了，这不没一波掉啊？这把怎么平没我？没道理。哎呦，我走位很潇洒。冲啊！来，老朱，我们来波二打五，我有大，真能操作。来，我大吗？冲！来了，我跟风风来了。皇子回了，皇子没清空啊！感觉我要被不死了，真不会，真不死，真死不了，真死不了。对，没伤害，没虚，你砍就完了。哎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暴击！我天，不是，喂，打完了？怎么还有在赶来的路上的？可以了，再刷一会儿。你真进去，我来了。来，我开。哇，他主动开团。哇，这边主动开团。我被控住了。我也倒了。啊，对。